不行，闭嘴吧！行了行了，别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要睡戴耳机睡行吗？干嘛嘛，孩子，算了算了，别在屋里去闹。姐姐帮你找着了。干嘛呀？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大家同事一场也算缘分。哎呀，坐下来歇歇吧。行行行行，啊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坐下吧。啊。我坐这陪他吧。哎，心浮气躁，希望别影响到考察吧。没事没事，大家不用紧张。没事的，请大家坐好，系好安全带。先去机舱，能穿的衣服都先穿上，不然我们都会失温的。救命！教授，我来了。教授，帽子。来，等等。还好。这可是我的命啊！走。
哎，这么大的飞机，只剩这么一点人了。刚才发生了爆炸，飞机应该是解体了。整个保安队就死剩我一个，种群研究之旅要变成亡命之旅了。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吗？我已经数过了，不算死人的话，应该就是了。已经飞18个小时了。哎，这里没信号，你们只能自救了。我们是不是再也回不去了？不会，叽叽喳喳干什么？跟那小孩一样。怎么没见你摔死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再说一遍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一场都是，别吵了啊！哎，和气生财嘛。我估计快要天黑了，我们赶快去找些可以烧的，不然等晚上降温了，我们是撑不住的。你一个破生物专家，别瞎指挥啊！在这装老大，我现在谁的命令都不听。哎，有功夫吵架，还不如赶紧去找点物资吧。是罐头。大家赶紧回机舱吧。哎，我去那边再找找啊。钱呢？钱，别跑啊，这可是欧元呢。天哪，生个火堆！哎，啊，现在如果有烤串就好了。哎，钱兵呢？钱兵去哪儿了？刚刚我还看见他呢。撒泡尿的1个小时，挖粉丝了。啊，我们去找他吧。啊，我们走。火把。古代呀，火把，火把不光照明，还有很多用途。切，毛病。行啊，你们去，我陪静文。静文要乖了。我讲一个9527的故事给你听，好吗？钱斌，老钱，钱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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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钱，钱斌，钱斌，老钱，跑哪儿去了？钱斌，钱斌，钱斌，臭小子去哪了？钱斌，老钱，钱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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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钱斌，钱斌，钱斌，什么声音？是老妈。快看，好可怕！这啥？怎么办？这塔怎么这么高啊？别怕，看他的眼睛。害怕会被老妈发现。现在们还不敢过来，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怕火。他该不会想要过来吧？走了走了，回机舱，赶紧走，别动。
如果被狼发现你害怕，就会扑过来，难道原地站着等死？我在这儿。 好了，狼走了，多点几个火堆，快回去，快啊！快跑！等等我！走啊，包子！快！吓死人了！外面那什么玩意儿啊？狼，一定是狼！我们差点被狼吃了，那不是一般的狼，它有两个下巴。 整个下颚都裂开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同类型的动画师。我在想，有可能是某种原因导致基因变异而成的。基因变异？巨狼吗？啊，对，它长得好大，吓死我了。如果不是单独的基因变异，那肯定就有一窝群体变异的巨狼。好，一窝，说来听听。哎呀，师傅，可能是新的亚种。北极野狼通常都是5到10只组成一群，就算他们变异了，也应该还是群居动物。到了冬天，狼群的数量就会增加到30只。为了方便捕猎大型动物。 可是刚才攻击我们的就只有一只，所以我在想，刚才这只变异的巨狼应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族群。一会儿那个狼袭击我们怎么办？狼群都有很强烈的领地意识，如果过去这么长时间的还没来，就意味着这不是他们的狩猎范围了。我们暂时安全。30只啊！哎，真是太可惜了，没有拍下来。 你休息，别睡着了。请问他。 自闭症，加狂躁症。2年前，我和他妈妈一起在阿尔卑斯山做狼群研究的时候，遇到了雪崩。我们一起滑落悬崖，结果我没能把他妈妈给救回来。那串手链，就是他妈妈留给他最后的礼物。 那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连我也不怎么理睬，雪也没发上。我只好一直把他带在身边。我多想再听他喊我一声“爸爸”。教授，早点休息吧。我想多看两眼。啊。
可能会拍到他们的照片。教授呢？包子，教授呢？教授呢？教授呢？糟了！教授，师傅，干嘛？教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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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教师傅，你在哪儿？教授，师傅，教授，师傅，教授。教授，他不会就这样扔下大笔去滚的，他肯定已经遇害了。师傅，师傅，这是巨狼的脚印，一定是他们回来过。所以教授就是被……这里危险，赶快回去，快走啊！快，快回去，走！好。宁教授死得好惨啊！哎，你不是说轮流守夜吗？人呢？死了！哼！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害了他。宋武，我是我不好，我是我睡着了。经过了昨天晚上，他们的胆子应该会更大，很难保证今天晚上不会再出现。天姐，我们还剩多少柴火？我想不够明天的了。如果到了明天，救援队还没来，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不如赌一把，我们离开这里。同意吗？好，我同意。那我们赶紧收拾东西走吧。哦，thank you.
在前面树林下，后面倒风。静雯，静雯，没事吧？你们听到了吗？他们是把我们包围了。快点点火，吓跑他们！快点啊！对，老队长，这边你坐点。愣着干什么？快点点火呀！点个屁呀！都是湿的，怎么点？那怎么办？我有汽油，赶紧啊，宋武！曹操，他们要来了！好像是卫队啊！你别吵啊！快呀，火呀，快呀！快！着了！谢谢！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啊？躲得了就躲，躲不了就跟他们拼了。暖暖身子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啊？因为我想活下去，我不想在这儿喂狼。你怕了？也是跑得最慢的那个吧。大灰狼来了，要吃也是先吃你。说话呀，小哑巴。别再刺激他，听懂了吗？娜娜，
去拿布跟罐头，快点！下不去啊！哎，下面有条小路，能走吗？那个是悬崖，在这里都能听到水流声。这条河一定很大，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走，应该可以找到人。我们可以做一条绳子绑在这里，就可以从这里下去了。会不会不安全啊？是有危险，但是没有选择了。前面是路，后面是狼，你们选哪一个？我们拉着你，到了之后你就拉一拉绳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千万要小心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兄弟，加油啊！摔死了也好过被狼吃啊！安全了，你们下来吧。你们谁先来？我来吧。没事，一会儿你先走，姐姐看着你。我的，来下一个吧。怎么了，宝贝儿？来，别怕。来，静雯，过来，手举起来，知道吗？不要怕。千万不要跑，待会儿先走，我垫后。你先走，我来给你拉绳子，你在下面接我。
哎，包子，小心点。好，到了，小心，没事。慢呐，没事的，下来吧。别怕，我们一定会走出去的。来，把绳索给我，我们绑在一起。来，这就不怕了吧？来，别往下看，拉着我的手，别往下看。娜娜，别往下看，拉着我的手。暴风雪就要来了，咱们得赶紧走。来，静儿，慢慢来。救命！别松手，抓紧，别松手，大家快拉紧。包子，快拉上来，我们撑不住了，抓紧啊！再不拉上来，我们都得掉下去了。抓住我的手！包子，小心！别松手！掉下去了！娜娜，住手！活下去。不要放手，你在下面接我。振作起来，快呀，快走，走啊，进啊，走，走，走。啊！静雯，是不是快到谷底了？这里离水面已经10米不到，坚持住，快！
风实在太大了，走不了了。下面雪一定好，这里只有十米不到，来，我们跳吧。静雯，啊，静雯，啊，你没事吧？宋武，包子，怎么回事？你终于醒了，你昏迷两天了，两天了。哎，是族长救了我们。Thank you for saving us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你会说中文了？40年前，西伯利亚突然来了一支科考队，里面有会说中文的。科考队，他们还在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连夜搬离，那个实验室就变成了。教你们，我要把你们这些杂碎全给干了。哼。自有神奇卫星电话，打呀！没电呢，我们找找看有没有电池，快点！找到了吗？嗯，哼，这科考队什么都有，就是不留个电池。
亮了。Can you hear me? This is International Rescue Center. Hello? Hello? 不行啊，这里信号太差了。到外面去。明天早上再去吧。我们有枪。趁着现在有信号，明天就难受了。帮我照顾静雯。带上这个对讲机。注意安全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好冷啊，怎么这么黑呢？静雯，你待在屋里，千万不要出来。我去外面看看什么情况。啊？
的 Basta。阿吉巴，嗯，喂，喂，能听到吗？这里是国际救援中心。我们四个人啊，不对，我们二十个人。好，我们已经找到你的定位了，我们后天9点来接你们。后天早上9点。好，耶，我们有救了，有救了，有救。志阳，金文被狼抓走了，就在刚刚，狼群袭击了村庄，好多村民都死了。金文。为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孩子也被抓走了，要不是有人激怒了狼群是不会袭击村庄的。狼若回头，不是报恩，就是报仇。我要去狼穴。你会死的。是我的女儿，我们去帮你。
这是武林市画的地图，静雯应该还在王穴里面。要想把静雯救出来，我有两。苏武，苏武，赶紧从狼穴里撤出来，赶紧撤出来，苏武，快跑啊！散开了，素武呢？
痛了。我没事，行动继续。我刚从抽水坑里爬了出来，尸臭味掩盖了我的体味。不行，我得去帮宋武，我得去帮他。哎哎，这是核试验基地，这是核废料、核武器。之后我们会发射一颗信号弹来确定我们位置。嗯，行。那他跌昏了，是火炬救援队，他们找到了我们的位置，正派人过来。好啊，我们回来了。米阿米高。怎么只有你和他回来了？包子和你女儿呢？我没有找到女儿，而且包子他……我在。包子，包子，包子，太好了，太包子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你没事。国际救援队打来电话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这样，包子，包子，包子，是狼，包子，不要难过，总是要有人打掩护的，总是要有人走在前面，之前总是让你耍帅，现在。
终于轮到我了。你一定会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一定会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有没有事，我自己知道。兄弟，我是不是英雄？是，是，是英雄。我是英雄，是英雄。我从洞穴出来的时候，我看见静雯了。他躲在角落里，但是豹子叔叔救不了他，要救他回来。豹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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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我真的好没用啊，我真的好没用啊，豹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啊。我来，你休息。对不起，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操！这群巨狼有了智慧，抓孩子是要用他们当人质，引我们进洞决一死战。我们不去，他们就还会再来村庄，这一战躲不掉的。天行，你带着村民在洞穴安装炸药，我趁乱进入深处救我女儿。我如果进去之后十分钟还不能出来，你们就引爆炸弹把洞炸了。记住，千万别等，就十分钟。
探长们还没回来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出来了。